看人呀。爸爸，爸爸，Hello，嗨，刚才摔倒了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车不够稳，对不对？下次我们找一台稳一点的车再坐，好不好？乐宝在哪里啊？乐宝不见了。乐宝在哪？乐宝藏起来了，是不是？藏起来了，看不见了。乐宝呢？哇！乐宝呢？乐宝在哪里呀？乐宝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。噔噔！乐宝在哪？乐宝在哪里了？乐宝在哪里啊？啊，只看到乐宝的鸡窝头哦。噔噔，乐宝在哪？乐宝在哪？爸爸就说你怎么会乖乖的往沙发上面坐？他想搞我的音箱，想搞我的水杯。他要把那个妈小的小子抠下来了。你给爸比，你去给爸比，好不好？请问妈妈，那个妈小那个标抠下来之后，是不是就不值钱了？鸡窝头，黑手套。乐宝去完幼儿园，不是幼儿园，对不起，去完动物园之后，整个宅都黑了。他很健康，是不是？看起来，你扶好哦，你现在脚脚只是踩在那个上面哦，爸比，你看看，这么快啊？对啊，你扶好没有？哎。真的是想抠我的那个纸，又想抠我的按钮。因为买的那些按钮没有意思，这些用钱买回来的按钮才有意思。你给这个宝宝。是不是 coffee？喜欢的臭臭是吗？对。嗯。叮叮。嘿嘿嘿。爸爸。爸爸。啊，猴仔系唔会攰。好，我们明天星期天又要去吃饭了。这种人缘真好。你站起来试试。他要我给他坐。我知道你站起来，他就会拉你坐了。
乐宝说累死我了。你动，你动。他现在经常要我坐着走路。跪着吗？跪着走路。因为他喜欢跟我们平视。他甚至还喜欢爬，比你高一点。对。那样有统治你的感觉。他喜欢控制我。我觉得应该是秩序题，他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按照他的他的顺序。挺好。那我建议网上就好多评论就是说，那个叫什么，就尽量满足他呗，反正这个时期过了以后也不会再来。对啊。然后说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最终的方法是转移注意力。因为阿潘离场了，去拿水喝了，你看了吗？很可爱的，他好像管家。什么管家？他是老板啊。嗨。嗨嗨。嗨，嗨，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，就是喜欢操控我的感觉。不，你知道不的，乐吧，乐吧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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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知道要去给他开门了，你开不开得了？你去，他说这样。不，乐吧，不，不，乐吧，不，不妹，不，不妹，太难发了，可不对。哦，你跟着爸爸去，爸爸去开门给他。他去外面上厕所了，对不对？我。他其实是分不清本还有本，嗯，那么那就那么好，是两一只胖虎，真的吗？不服哦，不不，那么狗狗怎么讲？哇哇哇！哎，那么去哪里啊？找不到了吧啦？他那天晚上不是突然甩了？对呀、啊。我真的找不到了，那天晚上。你又拿了什么给我？奶粉是吗？啊？你怎么给自己鼓掌？为自己鼓掌，不是为自己感愧的。那个两个是他的最爱。对哦，妈妈昨天给你收拾过玩具，你喜欢吗，乐宝？等你大一点，我们一起收拾，好不好？踢球球吗？你示范一下怎么踢球球的。你好搞笑，爸爸他还会转圈再 biu， 是啊，哇厉害哦，你这把超家伙了，对啊，爸爸喜欢这样玩，你站好没有？哎呀，站好啦 ，BB BB biu。嗯，好，肚子了，这次轮到肚子了，好不好？嗯，你来吧，我来啦。豆子，豆子，小豆豆，小豆豆。我来啦。
嘻，砰！嗯，好，你要我跟你对战是不是？啊，看起来我的家伙比你厉害哦。喂喂喂，是乐宝宝吗？乐宝宝，你怎么拿这个手榴弹听电话？怎么手榴弹？这个是那个搅水泥的那个。喂，喂，乐宝在哪里啊？乐宝，吃饭了吗？中午吃什么？没吃啊。你明明就吃了。那吃了还是没有吃啊？听说你刚才摔了一跤哦。奶奶呀，爸比冲奶奶好不好？